凡是不能成就的，就是不肯放下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然后就问自己啊，肯不肯放下？心里头念念的要成佛。 但是又不肯放下，念念想成佛，舍不得现前的境界。现前是六道轮回人道的境界，舍不得。 这是假的，完全是空的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实现也不是真的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很清楚、很明白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法是说的佛法。 佛法都要放下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为什么佛法要放下？佛法不是真的啊！佛法是对众生迷惑、相对不得已而建立的。你要真正懂他的意思。 佛法也不能执着，也不能起心动念，你就真成佛了。啊，我们因为没这个本事，啊，理知道了，方法也知道了，境界也晓得了，就是做不到。 啊，所以我们才跟着阿弥陀佛走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这些东西不放下没关系。也能忘师，这了不起的法门呐、啊！啊，但是不放下有条件，你别执着它。 啊，放下是断了；净宗法门呢，没断，但是叫你要控制住。虽有烦恼，烦恼不起作用，把它控制了。用什么方法控制？这一句话好宗门有道啊。 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要觉悟的快，净土也如是。不怕念起，怕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，来的太迟了。啊，妄念才起，底下一念就是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 用阿弥陀佛代替你的念头，不管你念头是善是恶，什么都不要管，只要念头起来，接着的是是阿弥陀佛，这样就把妄念呢控制住了，控制住就能往生。啊，它不是断，断难呐，控制比断容易太多。 啊，所以念佛要会念的，怎么念？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念头才起，阿弥陀佛，把念头换过来。啊，善念换过来，恶念也换过来，除了阿弥陀佛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功夫成片。 功夫成片，是一心不乱最前行者，就是最前的一心不乱，他就能保证往生。啊，临命宗时，最后那一念还是烦恼，还是杂念，那个佛号提不起来，那就完了。 就六道搞轮回去了啊！往生的关键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平常就把它锻炼成功啊！最后一念自己有把握，平常杂念多、妄想多，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！ 这不能不知道啊！这个麻烦很大了啊！所以，天下事都是假的，念佛往生是真的，啊，假的要放下。 真的要抓住啊！真的抓不住，下一次再碰到，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。啊，纵然得人生未必能闻佛法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。